天怪侠，我是你的人，欢迎来到第五人格，我是你们大的好哥哥呀。哼哼，这个皮肤都拿到了吗？现在点餐好像也不送激活码了呀，不过呢，好像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取哦，比如某个手办。很多人问我说啊，这个皮肤手感如何，值不值得入手呀？手感呀还是挺不错的呀。你看，咒师倒地了，哎，我们看准时机，准备拉球。就是现在。看到没有呀？成功的浪费掉了半个球。豆豆哥哥，脸呢？那你看这个板区哈，我肯定溜他十分。俗话说得好呀，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翻个箱子。我用兵又回来了。等一下，为啥玩啥都玩成用兵了？那是时候证明自己的用兵了呀。 Lady go。可以，美芝芝，嘿嘿，这下知道我用兵的实力了吧？等一下，大牛哥，你好像玩的是前锋吧？哎，对哦，